不是好市长，是你喊那个撑杆跳大作战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从来都不妈妈小西。你小西吗？让我来告诉你这个游戏怎么个玩法。好的，哥哥。其实非常简单，看到我们手里这根棍了吗？看到了。用轻轻的一点地，哎，呼，把这个球踢到对方的门里就可以了。对方的门。轻松。走，我们去看看你的门在哪，哥哥。我们是撑杆跳，不是桌球，能不能好好尊重一下你手中这根棍啊？但是很好玩啊，你看就可以这样。你要干嘛？你这样慢的行不行啊？看我的。我这么一串，我看你的门了，准确的说是一个靶子。哎，让我起，不是撑杆跳好不好？少林棍法呀！哥，呀，还把我踹死了，我去！就不踹这一下，我就不能放刚才的哟！这成呀！我不要，又过去了。哇，不是你能不能走慢点啊？你要干嘛？我快跑！妈呀，跑得比跟着跳还快呢，真的。瞬间到右边去了，我去，好神奇啊！你等会儿，好，找准角度，我，哎，刚好撞到球上，不，这样吗，哥哥？好，往后倒一点，来，好的，就是现在，我踢球，我错了，踢着我干啥的啊？好踢球，哎，嘿，我居然没踢着，我居然没踢到，我，历史惊人的相似，刚才谁笑我啊？我这也来了，听一下人吧。我来吧，我呀呀呀！我们居然一直在这怼，我被你怼飞了。你那小丽挺厉害呀，直接把我连球一起弹飞了，我去。哈哈 ，so cool。对不起，哥哥。呀呀，没有。我去。好，小球球，我们来这边啊，来慢慢的，好不好？过去就行了，好不好？刚才是谁说的？哇哦！刚才是谁说的？你脚力真厉害，哎哎，刚才是谁说的？好，慢慢的，你莫愁，往这边走。哎哎，妈呀！过去了，把我杆差点打撇了，真的。慢点，哎哎，过来，呜，一屁股坐死了 ，nice， 来吧，哎。就那么一球，再来一脚。好的，我说我，再来一我，再来一脚。哎，别踩着我。不要着急啊，心急吃不了热豆腐。好，慢慢的。哎，我去，我们怎么都听不到？这好像还全部都略过了呢。控制，我就是现在，我就是现在。不，大哥大哥，守门。你啊个啥呢啊？不就进球了吗？看我拨过去，你等着啊！我也会少林棍，少林棍法。等一会儿，我跳反了。我是，还是八秒钟，希望在我这边。No， 我听到了，哥哥，我去，你就是不让我进球了是吧？我错了，完了啊！时间到了，哇，我头上一抹绿，哥哥。我的眼睛去哪了？我是盲僧，我还没有眼睛呢，照你这么说啊、哦，也对哦，可能瞎了。我就为那个邪了，来，我们再来一局。回，你要干啥，哥哥？别这样，我要认真。不，别这样，别这样，你不是把你杵回去行不行啊？不要，哎呀哎呀，卡着了，卡着了，哇，踢你，差点被踹死。哎，就是现在 ，nice， 我过去吧，又头顶球了，我去，真是这个好时间哟。我是踢球飞了大半米呀！哎，意外，哥哥，好机会，不是好机会，你夯我干啥呢啊？你以为夯的还能夯死的哈？好的，不，来，往那边平移。哎，你莫愁，我是体重太轻了吗？我这什么情况？干啥？哎哎，回去。把我送回去了，我去。不过我们还从这边复活了，好神奇！你能不能让我起来啊？别让我脚了！我是想捅你的，一脚定乾坤！我去，就不让你一脚定乾坤！还有个守门员啊，搞了半天，就是我打了我们两个，我再来！哎，我也来了！哦耶！我被踢了，报了一脚之仇。我怎么就踢不到了呢？啊，奇了怪了还！啊，哇，好机会！你老是踢我，机会！我不接受这个机会！哈哈，进球了 ，nice！ 来，接着往那边拨。哇哦，我仿佛发现了这个游戏的奥妙。这个游戏奥妙是什么？就是要踢。哎哎，等会儿，我这个是棍子还往我这边拨了，你知道吗？看我一击，哎，你别急，好的，我不急。
不，你莫愁啊、哦，慢慢的，不要啊。啊，没事儿，还有一分钟，想必这一分钟里我可以不退一脚，跑过头了吧？啊，我叫你跑那么，我去，我让你想上去，哎，走，啊啊，怎么还让你上了？我仿佛掌握了技巧，我去，死了都还把我弹飞一下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我过去了。来，小西巴、嗯，有种跟我比棍啊！你就比啊！哇哈哈、让我巧妙的站在你棍上了。嘿，那我这次也这样。看起你力气大，还是我力气？当然是我力气大，我头上有一抹绿。你很厉害的话啊！你怎么把我给踩没了呀？就是这么神奇，有没有？不是，人与人之间往这边最基本的公平。哎，不，为什么我们俩体力完全不一样？我俩是筷子嘛啊！夹着不动了，快，哥哥夹住这个球！我要输啊！走你！哇，小西巴，你把我弄起来了！我的天！我让你上去！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少林棍法？来，我走你！最后一秒钟，让我进球！让我！这是怎么了？决胜局有出一子！哇，过去吧，过去吧！我要赢了！我要！谢谢你，小西巴！哇，无上的荣誉！哇！我都快哭了，我哥哥这个乌龙的哇！好，我们再换个场景啊。嘿，小西巴，哎，哥哥，又到了耍棍的时候了。对，你想干啥啊？卡我位是不？对，嘿嘿，我翻起来就一脚，怎么样？喂，大哥，这棍怎么那么不争气呢？真的，我笑死，这个场景怎么编的呀？不，你怎么样啊？不怎么样，我走，我再来，不走，不，大哥，哥哥，我被踩了。瞅你这根棍，哥哥，你想干什么？别这样，好不好？我明白你，哥哥，来。我不明白我自己，哎，过去了 ，nice， 那哦，不是我刚才是打到我自个儿了吗？难道？对呀。不，不够高吗？啊，是不够高？哎，回来。找你！哇，要赢了！哇，胜利的曙光在照着我。我上不去。Nice、不，往那边拨一点啊！哈哈，你在那慢慢上着，行不行？我下来了。我要进球了！我要掉坑里了！我去！我就说不行。你不要着急啊！哈哈，不要着急，打到我这边来，我一脚打不动。走，哥哥过去。你这什么棍啊？啊！我少林棍，走你！哇，这来回荡的，我真的。过去了。在、啊、在哥哥，怎么的？你被我高那么一下就把我踢飞了吗？啊？对呀，我不会啊！我把你踢飞了。来呀，小西巴，我找你。哎呀，我怎么老是会飞这么远啊？成功被我的王霸之气弹走了。哇，再来一棍，再来一脚。不要着急，不着急，慢慢的。哎，我走你，我撞到头了，我没关系。哎，咋样啊？过来了。你是不是掌握了这游戏的诀窍？虽然没打到球，哇，踢一脚。等一下，不要过来！哇，怼飞了！对，我飞。Oh my god！哎，过来一点啊、哦！你莫愁，哇，机会，哈哈，救命啊！我有机会，我可以赢了 ，nice， 不许过来啦！我去，一棍子把我打死了，我去！嘿，再来一次啊、哦！再来一次，哎，我说我，过去了，我再来一次，好，哎。哈哈，想踢我的球门都没有，行不行？我撑杆跳，怎么能想把自个儿送一门啊？哈，我真是，喂，来吧！哎呀妈呀，最后十秒钟，把握住机会！哈哈，不会这么巧吧，哥哥？一下子，哎，我去！你也想进门啊？不要进，我，你这个棍这么灵活的吗？哈，哇！我要打进门了，耶！这个锤子，我去！哎，算了，还是踢你一脚。你想制约住我吗？门都没！哎 ，KO！ 我把你给踢死了。然后这也算赢啊？对呀。还踢这样的？最后一局了，小西巴。哥哥，嘿嘿嘿！你干啥呀，这是？
天生人设嘚瑟，我的天，哎，你干嘛？我刚刚学了一套打狗棍法。你这是抖棍子吗？啊，我天，你是黑社会出来的是吗？哇，好恐怖。哎，我过了，我跟你一样掉坑里了，怎么的？哎呀进去吧，你还有人杵我，我叫你杵我，我把球带走了哟。是不是我在你后面戳？哎，我大哥，让我起来一下。好了，现在可以了啊。我别啊，莫愁。哎，咋样？你跟我玩还弄了点行不行？哇哦！嘿，哎，不就是想你一岁吗？怎么了？哇哇哇 ！No， 让我跳小白。哇！进了！我的天！不足为奇，来，是时候展现真正的。这个男子平平无奇。嘿哟，我也活了，小媳妇，你跟我玩了啊？你把我惨死了，有点激动啊，掉坑里了，我去！哎，一箭双雕，一脚两。你是给我送坟吗？我才要跟你爬出来，我去！我啊啊！我天，能不能让我笑完啊？有病啊！我真伤。哎哎哎！我怎么觉得好机会，全程在最后一条一条，你去死吧！我掉坑里了，走，力气也太大。大哥不够高，咋回事呢？啊！我要回来了。你回不来的，小西吧，看我多那么一下，走，不够高，能不能不要这个坑了？啊！谁挖的？我问你。呀，还是两脚，我去。发生了什么？三角是踢我身上的第三角，哦，哥哥。喂，哎，你好会玩，哥哥。啊，当然了。嘿，我不是你刚刚是客气吧，小希望？没有啊，没有。我是真的很准。哇，手里这个哎，踢球，你说了第四局了。我错了，能不能踢下球啊？像我这样子，哎呀，还弹飞了，我去。你现在要教育我，刚才哇玩的时候，好机。刚才赢的时候你可不是这样的，你可是踢我赢的。你别在乎那么多细节吗？真是明白了人身攻击的重要性。哇，最后一下了，哥哥进了。嘿，怎么听起来你还挺高兴了？没有啊，我就是很高兴。来吧，小心谁进球我都高兴。哇，你在干嘛？怎么的？我用拳头把你打死的。哇！但是我怎么看觉你出的是脚呢？啊！我就比比，就是现在，就是现在！耶！我好像人也被我踢死了。再见。我笑得没法说话了。那么，因为闹着吧，我们下次见。